澳大利亚近期的日子可谓举步维艰，一方面国内部分政客誓死追随美国，哪怕自己被中美联手打得身受重伤，也要在国际事务上挑衅中国；另一方面，中国的市场又在逐渐向澳大利亚关上大门，澳大利亚哪怕部分清醒政客向中国释放善意，却屡屡被国内自己人拖后腿。如今中国再度向澳大利亚挥刀，一刀斩在澳大利亚最吸金项目上，到底是什么呢？据中国媒体《每日经济》6月9日的报道称，中国教育部罕见地发布了留学预警，也是近年来第一次一号预警公告。公告称，由于目前的国际形势，澳大利亚已经发生多起针对亚裔的不良事件。鉴于这两个原因，中国教育部提醒广大留学生当前要谨慎选择赴澳或返澳学习。表面上看，仅仅是一次对留学生的人身安全提醒，但实际上却直接是牵扯到了澳大利亚最赚钱的项目。实际上，澳大利亚一直被誉为留学天堂，留学生教育是该国最大的出口产业之一，每年对经济的贡献超过1712亿元人民币。更重要的是，中国留学生是澳教育业的最大金主。根据澳洲教育部统计显示，自2001年以来，中国已连续19年成为澳洲国际学生最大生源国。2019年，赴澳中国留学生人数为22.9万人。但是，随着此次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的爆发，澳大利亚坚持抱美国人大腿的措施，尤其是澳大利亚国内反华情绪，给中国留学生带来了极大的伤害，更让澳洲教育业的声誉蒙上阴影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据澳大利亚大学联盟一份报告显示，由于澳大利亚近年来在中美双方的左右摇摆，中国留学生的数量正在削减。有相关人士预测，如果事态持续发展，到了2023年，澳大利亚在该领域至少要损失近1000亿的经济收入。实际上，有分析人士指出，澳大利亚国内政客是非不分，已经把澳大利亚自己逼上了悬崖。此前，澳大利亚央行预计上半年 GDP 可能下降10%。为了扭转经济，澳大利亚开始在铁矿石出口产业上下功夫。但是遗憾的是，目前的全球环境有能力吞下这一生意的只有中国，而澳大利亚在此前国际事务中屡屡攻击污蔑中国的举动，已经自己把通向中国的大门给关上了。有意思的是，澳大利亚近期甚至有官员叫嚣要断供中国原材料产品，而中国官方甚至理都没理。有组数据完全可以给出答案，巴西 MDIC 数据显示，在4月份，巴西对华铁矿石出口量为1639.3万吨，同比增加103%。而巴西最大的铁矿商淡水河谷则在最近表示，虽然受巴西国内公共卫生危机影响，关闭了3个铁矿坑，但依旧会尽力加大对华货物出口，预计今年对华铁矿石出口量将超过去年的1.9亿吨。如今，中国教育部又再次发文警告对澳留学事务，可以说是直接就把刀砍在了澳大利亚的命根上。